今天讲第一章，一笔融化的概念内涵与历史传承。第一节，一笔融化写生的概念与内涵。第一点，一笔的概念与基本形态。一笔又称写意，是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往往不求工细，忽略客体对象的外在逼真性，强调内在的精神实质的表现和主题情绪、情感的表达，要求通过简练概括的笔墨，着意于描绘物象的意态神韵，追求向外之象和位外之位。在绘画理念上，它与写实相对；在操作机制上，又与工笔相对。清代云授平讲：“宋人谓能到古人不用心处，又曰写意。”可见写意画的着意点在于道与不道、似与不似之间的那点意味上，是通过既有形象与笔墨关系的构成，在观者脑海中产生一种画面上并不存在，又通过画面激发出来的一种联想之象。这个新生成的像是主体与客体、观者与画者互动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不自觉、无目的的，既不知如何用意，乃为写意。唐王维《鸟鸣涧》一诗可以很好地体现一笔的特征与内涵：“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一笔的基本形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造型的意象性、笔墨的书写性和情绪情感状态表达上的鲜活性等。在造型上，客观物象的自然形态与主观感受相互交融，形成一个不似之似之象。这个不似并非脱离了物象的具体形态，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融入了画家的情绪情感，是牵想妙得后的真似。它比物象更像物象，是把物象内在的精神气质给挖掘了出来，是包含形神两个方面的再造之象。一笔画与文人画几乎是同步生成，某种意义上来说，二者是合一的。文人画的理念就是依托一笔画的形态来实现的。苏轼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是说不要形似，而是说更加注重形似基础上的神似，不以形似作为终极追求。实际上仍与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一脉相通，一笔画所追求的意象造型也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书画同源、书画同理同法，一直是贯彻在中国画艺术理念与技法操作两个层面的重要命题。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中写道：“诗如飞白，目如昼，写诸韩应八法通。若也有人应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讲出了不同书体的用笔法则与形态对应不同的表现物象，其中渗透了以书入画这一坚定理念。所有物象都是写出来的，写是中国画的内在要求，因为它可以让气息更加流畅，心理更加舒适，情绪更加易于宣泄，同时也是中国画欣赏与评判的标准和依据。通过写，线条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变化来，甚至很多画家为取得线条的书法性美感，不惜牺牲掉部分形似。文人画以书胸写意为追求，倪云林讲：“朴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喻耳。”讲的正是写意对情感情绪生动表达的要求。意象造型以输入化的操作方式，无疑都更加易于实现这种要求，三者构成了写意化的基本形态。第二点，与工笔融化对照所凸显出的鲜明特征，宋代韩卓曾讲到：“用笔有简易而意义全者，有巧密而精细者。”前者指的是写意，后者指的是工笔。这两种表现方式既相通，又具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与效果，在线形色的表现理念与技法上有着较大的区别。在形上，工笔画严谨细腻，
笔笔相连，是用一个较为封闭的线群组合呈现出完整的艺术形象，一笔则不同，通常略过与形象特征无关的细节，放笔直取和显露神态的结构特征，用夸张甚至变形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展现对象的神。在用线上，工笔画甚紧甚细，线条形态变化不大，金力内涵，笔意上更接近篆隶。一笔画则实践缺落，线条形态变化较大，在形色质上都极力丰富之能事，更接近行草书。工笔画在辅色上往往浓丽鲜艳，所用色相较多，用色步骤层次分明，具有较强的程式化，用色以染为主，不见笔触，在线色关系上以色为主。一笔画使用的色彩种类较少，通常是作为笔墨的补充物，用色方式上以点度为主，以笔运色，点染随意，具有较大的随机性，线为主，色为辅。在对比工笔与一笔的异同时，可以看到文化理论与实践对一笔人物画的促进与影响。以梁楷的《破墨仙人图》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做对比，分析二者的区别。第三点，写生的概念与实质。写生概念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直接以实物、风景或人物为对象进行的描绘方式；二是指以写生手法所做的绘画作品；三是指写照；四是指写出生意，把对象画活。西方绘画非常注重写生，主要通过写生来搜集素材，甚至直接把写生作品作为成品来对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象派。中国画又把写生称为写真、写照、传神等。写生活动在中国出现很早，汉代毛延寿就曾为宫中嫔妃写真画像，东晋王羲之也曾做对镜写真图。同西方画家不同，中国画家在写生时通常采用现场模特与目视心计的背拟法相结合，这一方面是出于中国古代绘画工具的携带不便和所画对象因礼法风俗等原因不便直面写生的原因，如男女授受不亲等礼法的约束。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中国画的观察认知与表现方式同西法不同，在造型与表现方式上，中国画都具有很强的程式性，把现实物象归纳概括为若干类型，然后根据这些类型去对应不同物象，并加以重组，用来表现对象的形神。概括而言，中国画的写生实质是以形写神，要求形具而神生。在操作方式上，直面对象与目视心计相结合。关于写生的具体方法与步骤，中国古代画论里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元代王逸《写象秘诀》，清代蒋济《传神秘要》，沈宗潜《解州学画编外传神》，丁稿《写真秘诀》，都对怎样画人物有详细的论述。在我们现在的院校教学体制中，写生具有多重功能，可以作为搜集素材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提高技法、体验生活和训练创作方法。就意义而言，它是我们获得造型基础的基本训练方法，也是摆脱传统画谱临摹弊端的有效方式。